所谓这个度，听这个度，应该是有一个动作嘛，对不对？度是超越，走过去，从这里到那里，好像有一个距离。以物象上来讲，好像有距离，但是以心理的状态而言，它只是在念头里而已啊，它并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距离。那这个度，我们就不再强调了啊，不解释这些，就是指超越、消融掉这些的存在。那苦呢？苦是一定有主观意识，这是自己的状态，也就是身心有苦恼的状态。那这个身所感受到的苦，跟心所感受到的苦，这就叫二苦。就是内苦是心苦，外苦的话就是外界逼迫所产生的条件上的苦，就是苦。那如果我们来细解这个苦的产生，应该就是顺跟不顺。这个对不如意的所有的一切，感受到内心的苦恼状态，这个就是苦。所以这叫苦苦。那对于你所爱着的情形，或是那种心理状态的改变，看到变异毁坏的这样子的苦，叫坏苦，就是变异苦啦。坏苦其实就是变异苦，就是它会坏掉的意思。那看到世间一切无常，感受到苦，这是行苦。那我刚刚在解释坏，感受坏苦跟行苦，意思上有点雷同。事实上，你坏苦跟行苦，一个是有终极的消陨的现象，叫坏。可是在变异中就会感受到那种苦，所以这个苦是一定是认知错误，而且主观感受。如果你能够调整你的认知，我们今天在讲照见五蕴皆空，重点放到事，然后再放到受，然后再放到色的解读，想跟行讲的比较少，因为那个是一个内部的法身，对不对啊？那我们再讲到苦啊，生老病死，苦是苦，是所有一切众生有的现象。生苦吗？现在一般人对于出生这件事并不觉得苦，而是活着苦了，是不是？强调了就觉得活着是很苦。但是说活着苦啊，老苦不苦？老又活着很苦，在家老又活着又病更苦。那你既然又老又活着又病，是不是很苦？告诉你，你要死了，你会不会很开心？根据我们所探视的病人，他活着又老又病，可是对死很害怕，所以应该讲要很快乐去救死啊，可是答案不是。答案是他很怕死。我老没有关系，我病还可以活。真矛盾。到底哪一个最苦？生老病死苦，哪一个最苦？
每个人解释不一样。你不破病，你都说活着苦啦。你破病的时候，你就感觉病苦啦。你老的时候，就感觉老苦啦。你要死的惊吓的时候，最苦啦。是不是因个人的解释认知而不同，对不对？好，我们接受吧。你接受生是有苦，所以你接受生是平常心去接受。老，你要接受它是一个成住坏空，生住意灭，用成住坏空啦，因为是物质相嘛，成住坏空的一个转换，你接受。病也是一个机体的变化，结构的很好，跟这个时候分配有问题啊，结构的不那么理想，你接受。那这个死的苦啊，不要怕，就是迎接死亡，拒绝死亡才苦。你迎接死亡就不苦，也就是你轻松的去进入死的每一个步骤，就叫当下。苦是一个心理状态，苦是一个心理的状态。所以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这是解释苦很多种啊。再来八苦，生老病死四苦，再加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苦，哪个最苦？通通苦，这叫八苦。爱别离苦不苦？因为爱，所以才苦。怨憎会是因为会才苦。求不得是因为不得才苦。五阴炽盛是因为烦恼相状，让自己无法安定，所以是炽盛才苦，对不对？好，那这八苦，这已经是很多类别啦，世尊所举的。爱别离苦，如果这个爱的解释，也就是这个事哦，如果爱的解释抽拔掉那个黏附啊，互属，你规定啊，规定互属，夫妻是不是彼此规定，彼此约好，你要爱我一辈子，我对你忠诚一辈子，这是彼此的约定，对不对？哪个人毁约了，就变恨了。所以爱别离苦，是因为爱的约定跟解释，跟那个掌握，所以才会苦，因为要离。怨憎会，因为我想分，他却会，所以才苦，是不是也是苦？苦的相状太多了。如果你怨亲平等，还会苦吗？还会苦吗？不会。求不得苦，是因为不得，它的基础是因为求，所以叫贪求。如果没有贪求，就不会苦，对不对？五阴炽盛，也就是五蕴嘛，过滤掉之后就不苦。所以这个苦太多了，还有十八苦。经论里面还讲啊，瑜伽师地论讲啊，百十苦。哦，那苦的可多着呢。要死的时候，临命终时，有如百千只刀割裂身子，叫风刀苦，那更苦。光这一句说出来，大家就错了一单。
不要描述还比较好，描述起来变得更害怕，幻想的风刀苦，对不对？是不是？没有那么恐怖啦，越幻想越苦，知道？这上面就是你要从精神的恐怖里面，这些苦是不是精神状态？这些精神的状态里面，去重新认识你对于标准的读法。人之所以苦，是因为定了一个标准。如果你没有定这个标准，根本就没有苦。那你说，那没标准，不就什么事也不能成？不是，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善用所有一切，而是你的智慧觉性在，所以就不是苦。那苦跟恶，恶就是灾厄嘛。恶不一定，恶不一定苦呢。运气不好是不是叫恶？有的人就觉得有个不怎么顺遂的事情，那不觉得是苦，可是苦的人他不一定有灾厄。如果你有精神的压迫，那种恐慌症，你不一定有灾厄啊，可是还是觉得很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懂啊，度一切苦厄，就是苦跟厄它都不会再影响它。就是在讲了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那就存在的相状来讲呢，我们众生是不是活在有存续相状的时间跟空间里面？那以存续的相状逼迫身心，或是有这些祸患险难，让我们众生在这里面不自主嘛？那我们要远离。我们要远离这些苦厄，回头还是从五蕴下手。所以这句呢，它是照见五蕴皆空，是解跟行，度一切苦厄，就是他证得的果。所以你要度一切苦厄，记得不要想要灭苦，也不要以为可以去所有的灾厄，因为那是因缘法，那是有主客关系，有受的这个体。所以度一切苦厄，不是要灭掉苦的相状跟厄的可能性，而是要从照见五蕴皆空这样去下手，这个方向才是对的。它这是果啊，你这个过程要对了，就没这个果。那我们世间人就是错认，我不要苦，我不要灾厄，有苦的世间，有灾厄的环境，所以我不要在这个苦跟灾厄的环境中。因为苦的认同跟灾厄的感受，其实就是五蕴。所以你要从五蕴去下手，知道这个五蕴是虚假不实，灾厄就不再存在。这样明白意思？那我们看有漏诸法，以存在的角度来看呢，有漏诸法都会感受苦。凡夫啊，执着这个五蕴就是我。现在回来再基础讲啊，凡夫就是一直执着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执着这个点的存在合理性，所以起惑造业。才会轮回的，而且甘受诸苦，其实甘愿呢，你甘愿爱，
你就甘愿甘苦，是不是？那你若讲甘愿付出，无期待，你要付出而无期待心，那真的就是甘愿啦，那也不苦啦，就是唔甘愿再苦。对吧？因为唔甘愿，啥系唔甘愿？因为有我的标准，还有我的认同，才会唔甘愿。因为执这个运为实有，所以这个波蕊啊，讲到度一切苦厄，都要讲啊，五蕴本空，身心如幻，世界如画。这世界没有什么大改变，但你的精神状态却会感受世界的不一样。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下雨，那好烦啊，下雨哪里都去不得，老天真跟我作对。心情好的时候，下雨真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下雨真好，感觉很有诗意，只是不一样啊，是不是？人的这个主观意识让他变现了十法界，他这个解读啊，这个意识实在是太厉害了，是不是很厉害？有一次啊，有一年的法会，下了好大的一场雨。下那场雨之前，刚好是旱灾。结果我就听到有些人在说：“你看，你看，偶然发挥功德无量，那雨这么大，头一天，你看功德力够，菩萨洒甘露，大家笑个。”真好，第二天风雨搁较大，讲无要紧啦，咱水才拄拄好，即久压淡了，会用储存起来，还是很愉悦。第三天洪水啊，土石流，功德变祖宗。本来说赶快下雨，后来说赶快赶快雨停吧。法会结束，赈灾去了，因为八八水灾。解释到底那场法会，菩萨你耐心落甘露，可不可以耐洪水猛兽？听懂吗？实相的道理、因缘的道理都在你的解释里美化。所有的共业、所有的一切，这真的人啊，就是这个意识啊，在创造无限。所以世界如画，对不对？二执永亡。如果我们要知道五蕴本空啊，三障顿消。那如果我们这个五蕴还不能空的时候，认为这个蕴是实有，你就苦报连连，你就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一切的苦厄啊，就不断的就在你生命的每一个现场不断的结构。修行的好处就是，好像有些时候没有苦，不是有些时候又有苦，就是来回两边跑，对不对？本来在当凡夫的时候是都还不知道佛法，是不是一直是苦？开始有佛法的知见的时候是两边跑，两边跑，这叫分段苦，懂了？
所以我们叫分段生死，因为你就是分段苦。比如说这段苦了，这段不苦，这段怎么样，这段怎么样，就是这苦不苦？苦。菩萨跟圣者，他们有变异生死，所以他们也有变异苦。你说变异，变异生死，我们求之不得，还变异，还会苦？有变异苦，就是境界篇，它就是境界变异。境界变异，当你没有办法突破某个境界的时候，也是有无形的物质，对不对？那也不是真的叫苦，可是就无法度，你就过不了，不能真空，那就是境界变异，那也是苦。观世音菩萨已经没有境界篇，那我们修行啊，从分段苦，就是分段生死，到变异，就是境界里面的这个中间，可能就是自己加工用行的啦，要亲自体证。那如果一直在分段苦，那就粗糙啦。到变异苦的时候，也不一定会在三界中啊。境界要看什么样的境界啊，愿力。那如果能够知道这一切是如幻，上有境界就是有智与有德嘛。后面不是讲无智亦无德嘛，就是有智亦无有德，就有三成的变异苦。所以度一切苦厄，这个苦概括世出世间，概括世间的苦跟出世间的苦。修行人有没有苦？有，还没过关还是有点苦，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让大家从这几个点下去着手，这就是第一轮面对自己的问题，了解佛法名相或它的定义之后，你要对这个境的贪恋，六根对六尘是不是就起境了？是不是就在受里面解释啦？像这些呢，要懂得去厘清，关照这个五蕴身心是原生无性，它无自性的，当体即空，所以菩萨能空五蕴，自然就能度一切苦厄，这是自然的。如果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本来就没有苦厄，它也没有度不度的问题。这个度是在练习的时候谈到度，真正五蕴皆空就没有度，它因为它是当体即空，这样啊，总归身的苦、心的苦，而这些身与心的苦，溯本追源，都是不了色蕴非实，所以对境起了贪念，就是贪的那恋着。而领受它，所以产生了自我的想法，依着自己的想法而去造作，也就是行，终究呢会有这些业力的牵引，因为意识结构，所以持续不断的受生生死死，受生受死，再生再死。所以这一切的苦厄皆来自于所谓的五蕴。那如果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当然就不再有苦受。那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五蕴的基础上，你从色开始的接触点的时候，就要去了解实相的道理，也就是对于是这块要有正确的知见，
那菩萨呢，当然能够有办法来度脱苦厄，那众生没有办法。所以世尊对于色这个部分讲到我们所生的这个身体，因为我们有身心二法，所以苦里面的前四苦叫生老病死苦，这是指色身方面。所以生老病死是我们所谓凡夫的一般现象，如果你对于生老病死没有正确的认知，永远只是在某一种没有疾病的状态下有精神层次的自在，但等到你所谓生老病死这些现象现前的时候，有时候佛法又好像不是真的能够让你免除一切的痛。所以这个痛，这个痛的这个部分是众生都会有的。那精神的苦一定得要有佛法的知见，所以精神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提升，而转为看待身体，也就是色身方面，那就得真正有所磨练才会知道。如果今天三四十岁开始学佛，福报也不错，身体蛮健朗的，你可能就觉得人只要好好在这上面呢，精神领域提升的时候，哎呀，自在啊，自在。这个其实还有一点点关卡是没过的，果真如此。等到真正老到某个程度，疾病来考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知道你所谓意识上的东西是不是全然够支持你，你能够真的知道色身的感受是什么吗？所以色蕴空了，我们这个生老病死苦就能够有不一样的态度。受想行识这四蕴如果能空了，八苦里面的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跟五阴炽盛苦就有机会能够度脱，就是这后四蕴才能度一切苦厄。你说爱别离苦，爱要别离苦不苦？这个老到某种程度会懂得爱别离苦不苦，求不得苦是近期一辈子只要你有欲望的标准都一定会感受的，怨憎会苦这个只要不相会就不苦，但以一个修行人的角度却应该要逆向去思考这件事情，对不对？五阴炽盛，我相信学佛的人都会看到自己的五蕴躁动，只要一点点浮动的时候，都会去感受到我基本上这个地方稳不稳固。所以受想行识四蕴如果能够空，身心的这个心的部分也就处理得当。总归呢，不管凡夫不管圣者，都是在这五蕴上面必须多加用功。那凡夫基本上都是被见思烦恼所障蔽的，所以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会有我执，这种我执是不需要别人教，天生就好像很困，所以分段生死苦不能够尽脱啊。二乘人虽然在这个五蕴十八界十二入这上面六根上面已经有了一些能力去看明白，也有佛法，但是呢还是有尘沙烦恼，所以对于十二因缘法四谛
会有天空的法执。这些如果还没修行的人不了解，如果修行有境界之后，就会知道修行人对于道体跟这个灭上面的连结关系。想灭是一种想法，你没有道，没有世尊所教导的这些方法，总是遥望的期待一个灭的果，那是永远不能够达到的境界。所以佛法这么多啊，介绍苦的相状是叫世间法，而告诉你道体才能够达到灭苦。二乘人在这上面还是会有天空的法执。苦的解释其实也会因为种性跟他理想的次第，还有他本身所面临的环境、身心的条件而有所不同。但佛所说的离苦得乐，这个苦全面涵盖，而这个乐非相对乐，它是毕竟解脱即然的乐。全教菩萨有无明烦恼，虽然他对六度已经发起了正确的菩提心，好好要去行六度，但是偶尔会有唤起的现象，也就是对于所谓六度功德上面还会有些许的较量。阿弥陀佛，有无给安住，还会有一个希求的答案在背后。全教菩萨是有的，所以对于六度会有幻有的法执，那就是应该跟菩萨都真正到所谓等觉圆觉的菩萨。菩萨道大概只是一个介绍的名词，所有的一切无不就是在十度当中，就不是单的所谓六度，几乎都在圆满当中，所以这还是略略有差异。那所谓的菩萨，如果照心经来讲，就是要行深般若观照的智慧，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等法，无不是当下当下一一照见而皆空，证入诸法实相，这样才能够度一切苦厄。那这些呢，相信同学在听闻佛法之后很清楚，在所有每一个苦难现前跟你一个心念浮动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详实的检责。这个详实的检责会让自己看明白自己是什么根器，自己上面的迷惑点是什么。我建议同学，我们第一轮你要细细记录下来，你需得做记录，在某一个事件的当中，你这个苦是苦什么。有时候你是苦不圆满，有时候你是苦就是情绪上的东西，有时候是苦深了，有时候是苦境界啊。这个苦的点呢，你必须详实的记录下来，那么再慢慢的你会看到你从哪里去修。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的瓶颈是什么，说实在八万四千法门，看拢捌拢是别人的，读起来很简单嘛，但是做起来不容易。这个牛头法融啊，就是禅宗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禅师，他就讲啊，体诸法如梦，本来无事。心境本极，
非经时空，迷之为有。他就讲到啊，诸法如梦，所有你心理结构的这些东西，其实只是短暂的，而这是幻有的。你的身心啊，先讲这个心啊，本来就没有这些，本来无事啊。我们呢，本来无一物，心境本寂，所以不是现在你想我有烦恼时我才要空掉它。这个是次第法，强调烦恼我怎么对治它。就像刚刚前一分钟讲的，你如果不知道你烦恼的属性，你只是懂好就烦恼，烦恼先，你烦恼什么？所以我们因为迷才有这个烦恼，那也不是我现在用什么办法要去空它，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过渡。真正是它本来就没有烦恼，它本来就没有。那众生呢，会生起爱恶这种情，这就是因为我的存在，那个我的存在。情深，这种情产生之后，则诸苦所系，就会被所有的苦给绑着，梦做梦受，在梦中做着梦，在梦中有所感受，情妄即觉苦因，方度一切苦厄。所以他强调妄情为修，这是弥陀法融他强调的。我们众生就是相对待的较量心，还有我们众生有这个情，我们在讲情这个事要能转，你要无限无限扩大，无限无限扩大。当它是一切平等的时候，情就等于无情，那个无就是超越个别情的意思，那个事能转。那如果你错用方法，就是这个情我都不要，你办不到，你办不到的。因为当你都不要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你要不要，你要那个不要，听懂吗？其实就是要。当你完全扩大到所有一切平等的时候，要就等于不要，因为你没有特定对象、特定是非、特定的什么，一切都平等。当一切都平等的时候，你心中就没有差异，你没有差异的时候就没有苦厄，痛跟不痛，谁跟谁，这上面没有差异，也就没有产生特殊的情。所以谈到转，那这个地方还是强调于色受想行识这个事的基础。所以我们对于情的看法，你会看，你会疼惜猫不疼惜狗？如果你养猫，如果你会憎恶蟑螂而不憎恶蚂蚁，你可能会害怕蛇而不凌虐蚯蚓，知道意思吗？这个就是一个大小大小跟爱物的较量，这个只是你跟动物之间关系法，你跟人之间这个事出问题，这个平等性出问题，这个对象单一化，这个可能得无生法忍吗？没有得证无生法忍，如何度一切苦厄？所以这个地方的心法先介绍到这里。我们讲第一轮呢，只是一小段，要有一个整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那这一段呢，我们做一个统合性的，那我怎么下手？我怎么下手？那就修三解脱门吧。因为世尊讲啊，解脱到涅槃的三种法门，略称三解脱三门，《金刚经》跟《心经》呢，直接说到，第一叫空门，第二叫无相门，是不是无？第三叫无愿门，是不是无？所以《心经》里面最多空跟无，这三解脱门第一空门。观一切法皆无自性，由因缘和合而生，所以你要记得，所有你看得见的物，你心中有情绪的五蕴的这个东西，都是由色法引生的，而这些是因缘和合，你记得标准原则，那么这一切缘起性空，这一切是空啊，无自性，诸法无自性，不是断灭式的偏空，而是从这里呢，你要完全接受，你必须完全接受，你接受它是因缘和合，接受它现在的有，更要接受它因缘时间圆满的时候的无，这两个合起来才叫空，有跟无合起来叫空，存在与不存在了都接受就叫空，缘起是性空，既然缘起就叫有，它的性是空，相状上缘起现有相，圆面现无相，所以有跟无两个同等平等去接受它，就能够了解什么是空门。第二个修无相门，如果我们知道一切诸法是空，你观男女观所有的一切都是了不可得，都是了不可得。当你心中会对于男女相有一种感动，就是感受而动，感受而动了。那我们知道，当你的内心呢，因感受而起了情的动，你这个动就是有相，对不对？我们因慈悲，因慈悲而体解众生的苦厄，所以你会进入他的内心的状态之中，有一种感受，好像同理心，对不对？可是佛法的无相，它不是只有同理心，同理心是其中的前面一段哦。当我们看到众生的所有一切，你知道这是一个婴儿迷失了走失了，没见到他妈妈三个小时，不要说多大的婴儿就会走路就好，当他三个小时之后看到母亲，你可以从他的言语哭声对于母亲的那种安然的回家的感觉，你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你会懂，你懂的时候，如果你的心就马上有了另外一段自己的情感，自己生命的记恨的这些东西，这个时候是不是会另外一出心理的剧演出，对不对？当这些戏演出的时候，你有没有像有相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呢，会对于众生的万相，男女相啊，世间的什么相，都会产生一些心生生啊。这样说哦，较吻合实情，
是不是偶尔会有那个触动跟心生生，这个时候我们都要了知，你要知道是不可得，了不可得。你通达诸法无相，你就能够离差别相而得自在。这个时候的这个相会触动，有些时候是别的相能触动，很多人是这样啊，你要看啊，他对于某一种剧情，这个剧情当然是发生在生命的每一个现场，他对这个剧情会策动，有的人是对这种剧情会策动。人都是有情感的故事片，所以像这些你要修五相门，对不对？第三就讲无愿门，若知一切法无相，对于你落在哪里，也就是三界中无所愿求。这个解释一下，当你今天愿证会的时候，心里起情绪，你会怎么想？同后卖矿的这人，第一。第二，同后矿流一我不尴尬，第二，是不是？所以你的世界跟他的世界就不同一个世界，那是不是就有两界了？你渴望见到谁，跟谁有特别建立起某一种关系，是不是也是一界？是不是一界？当然这里面是有差异的，你渴望见到佛，跟你不渴望见到你的冤亲债主，两个的情感素质是不大一样，没错。因为一个是怨、害怕、恐怖颠倒，一个是喜悦、喜悦法喜充满。这里面的定义，其实如果你把自己能够跟佛一样，你对于佛不是狂喜狂恋，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你对于某一些情感是狂喜狂恋，那你的心中还是有问题的，知道吗？它是什么？它是自然相应，它是自然相应。所以佛是三界中无愿求，那我们不是用求的法去证得，去证得无愿求的自在，我们是要泯除你对三界的排斥跟期待，才能达无愿求。所以要从有下手，不是从摒弃下手。这个佛在讲要证得涅槃的这三个法门啊，他说，如果你对三界无所愿求，你就不会造作离弃这个人，或是跟这个人的特殊结构，这个就叫造作嘛。所以你既有造作，即有生死之业，是不是有生死之业？有生死之业，你果报一定在生死中嘛。所以你没有生死之业，才没有果报之苦而得自在。这就于世间的哦。就于世间的，你出世间的佛法就是清净、清净自在、清净放下圆满，是这样而达到无愿求的。它并不是用概念式的愿求，它这个地方是自在、清净、圆满。然后你所谓你想见佛啊的这个地方，不是世间的愿。而是菩提大愿，而这个菩提大愿呢，概括性的是所有的众生皆跟我是一样的，所有的佛跟我都是一样的，而这里面是无漏之空，无漏之就是无漏的无相，是无漏的无愿，不是有漏的，这个才能够真正达解脱而到涅槃的境界。那修行人呢，在这上面必须仔细的去看到我
修行在这上面是站在什么样的基础去修行？我们当然会有方便，诸佛菩萨给我们好多方便。那一个真正所谓行深般若波罗蜜，这个相应的众生，他一定是要透过空的体会，空的道理，进入无相门。因为他看到一切的外相，这个相是不是就是色法？他看到一切的外相都是因缘和合的显现而已嘛，了无自性，所以不用执着，不用执着任何的相，这是千变万化的一种组合游戏，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你不需要在这上面一直把它放着，拿捏的、直取的放在心中。你知道这个变化的